枫叶很多。对啊，那要怎么办？那就把它扫干净吧。可以用吸尘器吸完啊，也可以用手剪呀。我有一个好办法。有要用到纸板、粪斗以及胶带。你把纸板套进去里面，然后接着把胶带粘在胶带粘在固定在粪斗，把纸板跟那个粪斗固定起来。